翻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看个九头蛇啊，九头蛇贪欲，九头蛇提亚马特攻击会对附近其他敌人造成至多60%的物理伤害，其实不太好用。加法术吸血，不好用。没有这可血战斧有用，还是出这个铁刺鞭吧。铁刺鞭正常还是得出这个，出铁刺鞭。这上路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绿纹吧，啊，绿纹。绿纹呢？这家伙还跟我卡 Q 呢，跟他打，摁个波浪剑上来锤，再 A 一下，扛兵跟他干没关系。干啥呢？跳啥呢？他带着传送啊，还好。中国有句老话叫做，这穴位有点卡。别让他卡兵线，把兵线推进去，回家，跟我们以前差不多。就是这个铁刺鞭呢，有点贵啊。铁刺鞭小件是875的，感觉应该加强一下。一把长剑啊，呀，我得来个药瓶啊，我得来个血瓶。闪电五连鞭，现闪电五连鞭，五连鞭行啊，五连鞭。现在这提亚马特跟那啥玩意儿呢，都得十字镐出。哎呀，不应该，十字镐太贵了。这波别跟他打啊，我们兵有点多。可以干，一上来平 A 接 W， 接两个 Q， 继续干，别着急，吃药，往前来 ，A 接 Q E 点炎，还是这种近战比较舒服。这新版火蓝，我跟你们说啊，绝对的狠，赶紧去练一练。上单火蓝，他那个 E 技能不用有那个被动就可以传火，这实在是太恶心了，有点恶心了，说实话，有点恶心了。火蓝改的有点恶心了。算了，下波再来吧，回家出个十字镐，这样我们的铁刺鞭就能出的快一点了啊。别的装备为什么不出呢？你知道吗？因为别的装备它不带清线的，并且别的装备呢，它不加冷却，不太适合这猴。第一件神话装备，我觉得这必须就得可血战斧，三项都不好用。35攻击力，35攻速，200点生命值，10技能极速。你出这玩意儿，你连那个什么线儿你都清不完，
拦你都不够用。改成这样了，你马上就能适应，你放心吧，马上你就能适应，以你的适应能力，马上就能适应。日炎呢？但俺问问土地老王，日炎有点太贵了，而且日炎属于传说装备，只能出一件。你在劣势角的时候可以考虑出日炎。那样虚区会低一点，但有倾线。猴肯定是不能出右装，这个英雄没办法出右。来个无影棍给你。想啥呢？俺一个跟头能翻十翻八千。不先出神话也行，也行。但你其他装备没有神话装备狠呢。吃个药，这波把他杀了。我们有闪有点炎有大招，可以直接杀。先摁波浪键，然后 EQR 套点炎 W 六一手，平 A 再放个 R， 回血凯旋。你们看上去我很流畅，其实我卡的要死，我都卡死了。而且神话装备不贵，还挺便宜的。这波其实我不带眼回家啊，我们去吃狗屎，回来继续杀他一波。这个河蟹能不打就不打了。现在河蟹好像不加回血，蛤蟆加。河蟹不回血了，不回血了，蓝了，蛤蟆加。好技能，没打，吃个药来，打不了 ，A Q E， 交闪，没闪。神话装备便宜。没多贵，那可血战斧除一个伤害特别高，还便宜。这绿纹也挺卡呀，那肯定卡呀。飞飞跳弹。杀我啊，小伙子！有妖气。这个钢锯链儿，这个链儿锯剑，其实也出也行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们家需要一个这个重伤的话，你可以来一个。不过我觉得在这个被动其实没啥用。这个装备咋这么垃圾呢？这装备好弱呀！可血战斧，
这个装备这么贵，2700，效果又垃圾。好彩，A 扣点燃放 RW 一个扣，意思。可血战斧打小兵好像不回血，回吗？我不知道回不回啊，你们看刚才回了吗？啊，回回，打小兵也回，可以啊，这可血战斧。这把我先出个黑切吧，我先来个黑切看一眼。一件非常适合猴的装备，黑切。怎么不回？这不写着吗？恢复36点生命值，加每命中敌方英雄恢复12%已损失生命值15秒。我来了，兄弟，几个人呢？这滋了我是吧？挺嚣张啊这！这是没死过呀，我这一看呢，这刀锋什么装备？三项，再走啊这！这刀锋换了吧，挺贵呀这刀锋，1400，这把出一个什么皮牌呢？这把还是水银孩吧，控制有点多。回上路收兵，战斧没放，放了，怎么没放？刚才都摁了，使劲摁的，这残血可劲摁。干啥呢？推我塔呢？你刚才去中路，我都没干你，兄弟。你瞅啥呢？谁允许你瞅了？啊？谁允许的你呢？瞅我！我的天哪！你刚才去中路，我都没干你，小伙子。还有那凯隐跟那刀锋，我都没去。我来一波中路，现在确实三项比较适合这刀锋。对的，就这样，刀锋啊！哎呀，交闪了！早知道我放大了，谁知道他要交闪现呢？没事，我给你越塔杀了。还有那凯隐，9级凯隐，帮他把中路塔推了。可血战斧，等刀锋过来啊，让这个瑞文上来。你闪现都没有干啥呢？你闪现都没有，你在这干嘛呢，兄弟？干啥呀？可血战斧，我让你可血。可血战斧，狠不狠？这可血战斧，狠吧？下路去不去？下路去能拿到人头，但不去可以推中塔。算了，还是去吧。去杀的人多，帅一点也爽一点。先把这歌姬给他杀了，可血战斧。哎呀，给抠死了！
我还没出死亡之舞呢，其实应该先出死亡之舞，先出死亡之舞吧。死亡之舞现在顺风局特别狠，击杀英雄后会净化无视的痛苦，无视的痛苦，并为我提供30%移动速度，并且在此期间持续共回复10%生命值。你说恶不恶心的装备？你说这装备恶不恶心吧？你还让人怎么玩？尤其这玩意儿呢，给他剑圣什么的蓝枪出一个那种收割猛的英雄，那他打不死，那回血无限回。不过这个东西好像啊，这个东西你俩干啥呀？送我双 buff 啊，海隐就跑了，跑得可挺快呀。耶，杀个歌姬，他有闪吧，把蓝打了，我没蓝了，兄弟们，我没有蓝了，给我来个蓝。不过死亡之舞没有那什么了，没有技能吸血了。以前不是说带吸血的吗？现在不带吸血了。等一会儿啊，现在蓝还是不够，我们等一会儿再上，别急。好，可以上了，来。先把这凯也杀了，我都不乐意交闪现。得血战斧，回血来。我操！这怎么给我滋了死的？这么疼吗？这呀，这维克托打人有点疼啊！给我滋了死了！看看有没有别的能出的啊！给你瞅一眼。其实没啥别的能出的东西了，可以出个血手，血手春哥，第二件血手也行。其实现在这血手在对抗一名敌方英雄造成伤害后6秒内持续共恢复2%生命值，这样式的。这对面这不会又拿小龙去了吧？我赶紧去，上一把就让就龙魂了，俺们家就让对面。你再跟我烧，我就闪现把你杀了，你听见没有？我就搞不懂你老要跟我烧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吧？你说你非得要引我干什么玩意儿呢？这瑞文不杀不值钱，把这维克托给杀了。跑的还挺快，和血战斧，有没有红？我打一个，把龙拿了行不行？咱刀锋在上路，剩个凯隐，那行，我们推个中。3秒钟有大啊，不急，把他杀了来。你们这虚区够吗？和血战斧 EAW 放 Q 回血来，
回血来，给我回血，注意，兄弟，哇，抓 Q 啊！刀锋呢？刀锋咱就不找了，找了我估计时间也不够了，把东路推了吧。这残血一个可血战斧，能回多少血？那猴，这假猴的这个，这假猴为什么还没有修复啊？先走嘞，你想不想二打五？再来一波来，兄弟，让你骚，骚！先杀维克托啊，维克托呢，蓄力比较高，剩下这两个人打我们都不掉血。来，和谐战斧扣一下。刀锋搁上路杀，我们给他家门口杀，你看俺俩谁杀的快啊？把你家给你拆吧了。哈哈呀，算了，走了，我们5000块回家。哎呦我，哎呦我，给我秒了！和血战斧没摁出来，给我大住了。来一个血手，破败长什么样？破败，攻击附带相当于10%的当前生命值，额外物理伤害，攻击一名敌方英雄后。闪之后会造成4-150点魔法伤害，并偷取移动速度。破败已经不是主动效果了，不带吸的了，不让吸了。水银弯刀，啊，水银弯刀和织银腿甲还不一，银织腿甲还不一样呢。我们来个银织腿甲吧。咋的了？这要造反呢？谁呀？谁要造反呢？你要造反呢？我听说你想造反，小伙子。热血战斧 W 走，别急，他穿甲头。队友呢？和血战斧跑得有点快，干什么？什么意思？跑嘞？算了，不行，追不上。他跑得那么快呢？维克托为啥跑那么快呀？你俩不会连这绿门都打不过吧？他1-10哎！我来了，我有可血战斧，兄弟们！应该是死了。可血战斧转起来 ，Q 一 A 转，闪现 A Q。应该死了，不行了，必须有点高啊！哎呀，这咋样？愤怒合计，这波3-3能打过吗？我估计费点劲呢、啊。人家家是刀锋维克托加上那玩意儿呢，你们是黄鸡剑圣下小黄毛？你给我砍死他！维克托也狠呢，我发现呢，这不滋了死了吗？你打他也挺疼，其实你可以打他。
我感觉猴哥就差神话装备。什么神话装备？我们出神话装备了，神话装备只能出一个，要么我就给他好几个都给他出了。你们咋的呢？你们是咋的呢？你们是要玩呢？尤其是这瑟芬妮呀，和谐战斧。哎呀，回你就打吧。我操，这刀锋这盾这么厚啊！这刀锋这盾有点厚啊。好厚的盾呢，血手，我也有血手啊。谁把龙打了？天！装备。这维克托他没闪现，他在我这面前装，我就把他杀了。此地不宜久留。我们四打五应该也能打，没事，我们把维克托给杀了得先。先杀维克托啊。来，先杀维克托。和血战斧，这怎么跑那么快？唱什么歌？谁让你唱的？来来来来来，这绿纹，哎呀，这刀锋，兄弟，等我，我马上到。我先干着刀锋，和血战斧，绿纹呢？绿本跑了，走吧，不行了，一定记得先杀维克托。这维克托虽然有点脆吧，但是虚区是非常高的。我发现我这玩意儿也没啥用啊。这有什么用啊，我得换一个，没有任何的用处，这个东西换一个，那换一件，换一件，还是来这个吧，这个厉害一点。其实我们可以尝试把这神话装备给他卖一个，换一件神话装备，换一件这个东西带突进的，这个带突进的，而且加移动速度。事实证明啊，事实证明这件装备根本就没有可血战斧厉害。给他换回可血战斧不太行了，没有这可血战斧狠，没有可血吸血。那维克说打我两下我就没血了，你们要一波呀？兄弟们，嗯，给我杀！怎么这还要一波呢？这是啊，要撂蹶子啊！这是，我马上活来，来来来来，别那么走，别那么走，来给我留着。我操你哥了，你还要一波？
别怕我的科学战斧。哎呀，队友呢？回家守吧。维克托来了，太他妈疼了！这维克托打我，维克托打我疼啊！Thank you.